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浦 Sharon 曾以婷，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细 S。我的性格率直爽快，有嗰句讲嗰句，好希望可以将我的笑声同埋好奇心带俾每一个 AM 1470的听众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啊！多谢。